昆山工厂成立的那一年，我刚毕业，当时作为初级操作员的我，伴随公司的发展共同成长。七年来，我有幸目睹公司前进中迈出的每一个脚步。现在，我已是一名生产组长，协助并管理同事改进工作。车间里，我们像家人一样愉快地相处着。有了孩子后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及良好的员工福利变得越来越重要。能够在这样一家人性化的公司工作，我感到十分的幸运。